腾讯视频推出的亲密关系实景观察节目《幸福三重奏》正式公布节目嘉宾。首组公布的嘉宾是福原爱、江宏杰夫妇。据了解，江宏杰和福原爱两人11岁时就相识，直到2015年才确定恋爱关系。契机是福原爱腰部受伤，江宏杰经常陪她聊天，给她打气，日久生情才开始交往。2016年两人结婚，2017年生下女儿小小爱，正式升格为一家三口。乒乓球运动员福原爱3岁开始打球，很多人都对她边哭鼻子边训练的形象印象深刻。由于长期在中国打球训练，她能说一口流利东北话，深受中国球迷喜爱。虽然大家对福原爱的印象还是当年那个一输球就哭的瓷娃娃，但其实早已身为人母。婚后，福原爱也经常透过社群网站分享婚后生活、育儿点滴。不知道如此甜蜜的两人在节目中会有什么表现呢？另外，除了这对体坛夫妇，还有两对夫妇也让人十分期待，他们分别是大 S 汪小菲、陈建斌和蒋勤勤夫妇。三组夫妇将在无干扰的环境中真实记录二人世界真实的生活状态。据悉，节目将在7月4号每周3晚8点准时播出，让我们一起期待吧。